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每日农经》栏目，我是李冰。金是金，杏儿是杏儿，哎，可是有一种杏儿呢，却敢称自己为金杏儿哈。你说凭什么它能给自己起如此大名呢？再来看一种啊，这西瓜是西瓜，南瓜是南瓜嘛。可是这西瓜呢，却偏偏嫁给了南瓜。你说这它能结出什么样的瓜来呢？好了，广告之后呢，我们就一块儿啊去搞搞清楚。中国之大，山川之多，真是让人游历不尽啊！而且呢，还有许多同名的地方。就拿这个吕梁山来说吧，我们都知道山西有个吕梁山吧？其实呢，这徐州啊，它也有个吕梁山。眼下呢，我们的小王爷啊，就正在那儿感慨呢。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当年孔子啊，在发完这通感慨之后呢，他又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。又说了一句。这儿的杏儿啊，还真是挺好吃的。这王爷还真会编故事。不过说到江苏徐州吕梁山的金杏，已经有几百年的种植历史了。一到这金杏成熟的季节，您看。以前来过，来过，今天第几次来啊？第二次。以前没有，只是说今天听说有这个彩杏节，学校里组织的活动，第一次。年年都来。今天来采的人多吗？不少，得外得一两千口人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这样好像是像回归自然一样，自己采摘，自己从树上摘下来，更有意义一点。这些游客采摘的杏叫金太阳杏。金太阳杏具有早熟、适应性强、丰产等特点，在我国广泛种植。那么它的口感怎么样呢？看起来好漂亮啊，金灿灿的。嗯，哎，像这种是一整棵树都熟了吗？对了，一棵树，整个树都熟了，同一时期。哦，看起来好诱人，我摘给你尝尝。太好了。嗯，会不会很酸呀？我特别害怕吃酸的东西。试试怎样？嗯，怎么样？感觉？嗯，一点都不酸，真的很甜，而且这个吃起来口感是面面的，嗯，感觉它水分还挺足的，我觉得，嗯，可能是这个熟透的，一点都不酸，嗯，对，熟透了，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就很好吃。是的，像酸的我还挺不适应的。接着王月又尝了一颗偏黄一点的杏儿，嗯，好吃吗？稍微有一点点酸味，啊，嗯，但是我感觉是酸甜适中，这个还不是特别绵的那种，稍微有点脆的口感，而且水分还挺足的，嗯。看来偏黄偏硬的杏吃起来口感脆偏酸，泛红的吃起来面口感偏甜。嗯，挺甜的。嗯，甜甜甜。你吃了多少啊？几个？两个。硬往好点呢，比较面比较甜，下边呢还能放一放，甜中带点酸味。甜，水分多，面味道好极了。杏果含有多种有机成分和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及无机盐类，在中医上应用广泛，主治风寒肺病、生津止渴、润肺化痰、清热解毒，有良好的保健效果。好处虽多，那么能不能多吃呢？俗话说桃保人，杏伤人。据了解，一次食杏过多能引起邪火上炎，使人流鼻血、生眼吃、烂口舌，还可能引起生疮长疖、拉肚子，显然也不能贪多。那么这杏儿卖得怎么样呢？哎，摘了多少啊？十斤啊，一人分点吃，咱自己摘的很好，啊，环境也好，对吧？杏长得也好。今天采了有十来斤吧。装箱走的。啊，那多少钱一斤啊？卖的是？4元，今天装了有50箱子，昨天的时候卖了有2000多块钱吧。一棵树能收多少啊？你看，正常看这2000多块钱。那一天能卖多少啊？像我今天我才卖有40多块钱。没想到啊，在这个园子里呢，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游客，还有这么多的小朋友，怎么样，够热闹了吧？不过呢，在这儿啊，还有更热闹的。来，我们大家比赛规则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预备，开始。虽然是比赛，这种植户摘起来还是很谨慎，尽捡最好的摘。比赛时间到，现在我宣布
我们现在第二组游客组战胜了专业组，最终获得冠军，来掌声。你们踩了这么多，你有没有什么技巧啊？关键是我把鞋脱了，他们没有脱鞋嘛。硌脚吗？觉得？不硌脚，看得准，下手快。对，原来踩过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比较激动，比较兴奋，然后合作也比较愉快。踩的时候连吃都忘了。对。对对，我吃了，因为我们是采的都是最好的，捡的最大的，而且是好吃的这种采的，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办了一下。每天来到的游客要的挺多，他们接不过来，所以我们要搞这个活动呢，就是提高这个速度，让游客参与进来，吸引游客。一般来说，这杏仁的成熟期只有一周左右，会不会这十里杏花村也就这一周时间的热闹劲儿呢？不是说这一棵杏树上的杏儿都是同一个时间成熟的吗？可是你看我在这儿就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哈，这一棵呢是金色的已经成熟的杏儿，而且呢在离它非常近的这个地方，就在它下面这一棵呢是青色的没有成熟的杏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呢这是可提性，可提性要比金太性呢要晚熟一星期，有些果农呢他们就用利用嫁接技术嫁接的早熟品种金太。为了延长采摘期，他们又在这个树上又嫁接另一个品种。据了解，在江苏徐州尹庄镇种植的杏树有金太阳杏、凯特杏、红玉杏等品种，早中晚熟品种都有，当地人都叫做金杏，采摘期可达20多天。那么这儿的环境条件是不是很有利于杏的生长呢？我们这一片呢，土壤呢属于黄河堆积那个防范土，再加上那山上的天然的一种微酸性土壤，这个杏呢也是喜欢微酸性土壤 ，pH 值的在6.4左右。国家有个政策呢，有机肥补贴项目，农民呢使用那个有机肥料，应该说酸甜那颗粒都占上了这个。环境土壤适宜，又施了有机肥，怪不得这杏很受游客的欢迎。那么农民的收入怎么样呢？以前呢就是1块钱斤。几毛钱斤，老百姓呢得赶紧上市去卖，游客来采摘，门禁4院，在田头里边就销售一空。这个一亩地一般化5-6千块钱，管理好的达到5万元以上。让游客现场采摘，虽然会有些人为的损失，但杏价格上去了，果农们还是赚到了钱。那么过了金杏的采摘期呢？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，除了金杏以外呢，还有西瓜、核桃、葡萄，吸引了城里人。过来来采摘，节假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他来的特别多，一家一家的，还有单位组织的旅游团的，这个效益最起码要增加50%以上。十里杏花村的农民啊，充分利用了地处景区的优势，让游客呀来到园子里采摘，这样呢既解决了销路，同时啊又卖上了一个很好的价钱。当年苏东坡写下了一色杏花30里，新郎君去马如飞的诗句之后呢，还冲着飞奔的马的背影喊了一嗓子，哎，别忘了过段时间来摘杏儿吃西瓜。这王月又扯上了。你看啊，王月这边的采访真是收获不小哈，正在兴头上呢，看他那得意劲儿。不过志鹏那边似乎是不怎么顺利，好像是遇上了什么麻烦呢。哎呀，这眼瞅这车陷进来也走不了了，咱们呀就老老实实在这儿等拖车吧。那咱掰仙子了，咱吃个西瓜吧。哟，吃西瓜呀？啊，嘿，这雨天吃西瓜好啊。哎呀，你别说这雨天吃西瓜啊，虽然谈不上避暑，但是它解渴呀。哎，你怎么又切一个呀？这连瓜不一样，你得尝那个瓜。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看着也没啥区别呀、啊，这不一样吗？那看着差不多，味道差不多，咱这个挣钱挣得多。外观差不多，味道差不多，这西瓜真的能多挣钱吗？增加30%的产量，要高这个30%左右，最低得长1000斤。原来西瓜多挣钱，其实是多在产量上。同样的土地产量如何增加？这个南瓜嫁接的习惯，大部分都是南瓜嫁接啊。西瓜爱上了南瓜，不管您信不信，反正志鹏啊是亲眼看到了。
那您看这两颗西瓜藤啊，就是刚刚从地里拔出来的，就是为了看得更清楚啊。您看它整个看起来呀，包括这个叶子和它的藤蔓都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两颗呀，一个是经过嫁接的，一个是没嫁接的。那这两种到底怎么分辨呢？就看一点，就是它的根。您看这个没有嫁接的呀，它的根非常的光滑，那么嫁接过的呢，哎，这儿有一个圆形的一个疙瘩，有点像这个树上长的树瘤啊。那这个痕迹呢，就是咱们在这个南瓜根上嫁接西瓜苗的时候留下来的痕迹。南瓜、西瓜看似不相干的两种瓜，其实它们同属于葫芦科，同属于一年生双子叶植物。不同之处呢，南瓜的根系比西瓜的粗得多又长得多，吸水吸肥能力强，嫁接以后的植株长势旺盛，产量肯定会增加不少。不过在这儿啊，西瓜和南瓜结合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以前是不嫁接，不嫁接我不行，它产量很低，还死得很厉害。原来西瓜嫁接南瓜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西瓜容易死亡的问题，这好好的西瓜怎么会死呢？这俗话说呀，旱瓜涝枣，就是说这西瓜呀特别喜欢旱天，西瓜尤其是虫茬的西瓜特别容易爆发枯萎病。你要赶上这种下雨天啊，那枯萎病就更厉害了。像这一片地呀，估计有一半西瓜那就全完了。但是咱们这个跟南瓜嫁接的西瓜呢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像这种雨啊，下上三五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啊。哎呀，不过我得找个地方避会儿雨了。西瓜枯萎病是一种常见的土传病害，俗称死秧病。发病的时候，病株茎蔓上的叶片会逐渐萎蔫，三四天的时间植株就会枯死。最要命的是，发病的高峰并不在幼苗阶段，而是在西瓜即将成熟的时候。就是等到这个西瓜长到五六节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这瓜中的这个层板都透进去了，快要丰收的时候，这个病开始突然爆发。咱那多数这个西瓜田啊，都要减产到50%到70%。据了解，凉山县的西瓜基地大多位于黄河岸边，这里不缺水，而且光照充足，昼夜温差大，土质也是属于肥沃的沙壤土，土层深厚又利于排水。在这样的环境下种出的瓜又香又甜，远近闻名。但是由于枯萎病的存在，种植面积却由最高时期的10000多亩一直降到前几年的不到5000亩。因为是一种土传病害，所以说啊，在上一季这个西瓜收获以后，一些残留的瓜秧啊，一些病菌啊遗留在田间，为下年度的发病呢创造一个条件啊。所以说啊，连年种植的话，病会越来越重。枯萎病的病菌在土壤中可以存活6到10年，同一块地是不能连茬种的，所以以前这里的西瓜一般只种一茬，第二茬要等到8年以后。这对于黄河岸边这么好的种植环境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不过自从采用了南瓜秧嫁接以后，就再也不怕枯萎病了，同一块地上每年都可以结出好吃的西瓜。这瓜基本比那瓜差不多，都知道黄河滩上的西瓜好吃，这是远近闻名的，外边都上这里来乘车的，来拉的。沙瓤糖分也高，水分也很足，很健康。西瓜的嫁接技术并不难，采用最普通的育苗盘，用7-8天的时间，等南瓜和西瓜的种子长出幼苗，就可以进行嫁接了。由于南瓜根只是起到抗病害和吸收水分养分的作用，这些水分养分会被西瓜的植株重新分解利用，是不会产生任何有害物质的。长出来的植株呢，也可以像普通的西瓜一样进行田间管理。这个不嫁接的西瓜亩产能达到6-7千斤，嫁接以后啊，亩产要达到10000斤以上。目前呢，就是我们镇上现在种植这种瓜苗的能达到5-6千亩。嫁接技术的推广提高了种植效益，如今当地80%的农户都采用了这种技术。以前每亩只挣3-4千块钱的西瓜地，现在能挣5000多。祖祖辈辈生长在黄河边的老百姓怎么也没想到，现在的西瓜不但能连茬种，而且还越种越挣钱。挣钱的秘诀居然是西瓜爱上了南瓜。
说起这西瓜爱上南瓜呀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。哎，这真是拜罢了地，拜罢了天，拜罢了天地，拜祖先，拜罢了祖先，拜高堂。这西瓜南瓜入洞房，抗病害，增产量，一茬一茬种的长，开出科技致富花，嫁接的西瓜美名扬，美名扬。谢谢大家。真没想到哈，这西瓜跟南瓜嫁接之后结出的西瓜能这么好吃。也许啊，这消费者无需知道这好吃的西瓜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，但是作为生产者呢，无论是品种改良或者是技术革新，最终的结果啊，都会凝结在这个具体的农产品中。效果究竟如何，消费环节将会做出最终的检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会。蝎子、蜥蜴、大蟑螂，丑陋为啥却风光？比丑不如比效益，赚钱看看谁更强。每日农经栏目明天播出。